学期，那他也透露了他准备的像是中华民国的国歌，还有其他妈妈耳熟能详的一些国歌。另外呢，他还预告他会举办华语音乐大赛，还说呢他在今天已经。在哪？在哪了？哦，在这里哦。你拍他，拍他，吹喇叭。报告院会，请保持肃静，容许本席宣读《立法院异常安全维护及管理要点》第七条：会议时，委员不得携带麦克风。旗杆、棍棒、喷漆、弹类、汽油、刀械、武器、爆裂物以及与议事无关之物品进入会场，并不得破坏议事设备。敬请各位委员遵守。在哪？在哪了？哦，在这里。哦，你拍他，拍他，吹喇叭。报告院会，请保持肃静，容许本席宣读《立法院异常安全维护及管理要点》第七条：会议时，委员不得携带麦克风。旗杆、棍棒、喷漆、弹类、汽油、刀械、武器、爆裂物以及与议事无关之物品进入会场，并不得破坏议事设备。敬请各位委员遵守。